刚有个小编，他吃一口，直接喷到我的脸，全部都是，我真的是吓死。因为它的樱桃味非常的浓，而且你看，那籽真的是超爆小。有个小编吃下去之后想说，这樱桃怎么没有籽？因为太小，他把它吞下去了。这是原装2.5公斤，2.5公斤加起来总共是5公斤的双礼盒，一盒送礼，一盒自己吃，超级可以。来，我跟你说，尖到货是智利的旧金山樱桃，极致大厂牌哦，是你们最爱的极致，超级好吃。而且今天也到货满满的一整板哦，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，今天的货况就是这么厉害。看。是不是非常的美？有没有新鲜绿梗？虽然是海运底台的，可是它的新鲜度绝对是一级棒，超好吃。刚刚有个小编，他吃一口，直接喷到我的脸，全部都是，我真的是吓死。而且它樱桃味也很浓，来，而且你看它的表皮也是非常光滑的。那今天到货是2J 的大小哦，跟你说真的是超好吃。因为它的樱桃味非常的浓，而且你看它的籽真的是超爆小。刚刚有一个小编吃下去之后想说，这樱桃怎么没有籽？因为太小，他把它吞下去了。真的是，你看这籽超级小，而且它的汁也非常多，它的尾韵的酸气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那一种。团圆双美新竹坚定，今天就把你送到家，不要忘记新鲜果还要带你去日本旅游哦。